他的圈顶是70%的命中率现在。地心对威姆斯，对，好球，掩护漂亮。作为进攻运动员呢，就是你去看防守运动员，他哪条腿在前边，我从那一侧突破，嗯，两次罗切斯特都是从他右脚前。上前大手递手，还是拉出来，手递手接挡拆，嗯，阿联忘了拦下去了。好球，就是罗切斯特这个挡拆，包括将来伯顿要上来挡拆打阿联这一点，嗯，就阿联啊，从他脚步移动来说，跟那个跟腱断之前相比啊，还是有明显区别的。对。罗切斯特上来这个，你看这场比赛他进入状态这个速度，而且就是说他对对方给他高对抗防守的这个准备，比咱们俩常规赛最后一场说的打天津明显。打新疆，打新疆。威姆斯，这是他最擅长的转换进攻。好球，徐杰，好球，骑马射箭、哎。阿联在面前，转换进攻一打二干拔，好球。要暂停。哎，威姆斯的状态比常规赛有所回升。对，啊、最杀人的转环进攻快推，中距离急停跳投来了啊！嚯，这掩护，给一卷切，威姆斯六投六中。威姆斯又回到他巅峰状态啊！广东打一样的配合，没挂出来，反向再挂。好球！七中七，七中七，六个半截篮。没投进，可惜了这球，一心可惜了，没往天上扔。再来三分，拔一三分怎么样？再进、啊、三分也八中八，好家伙！这上场现在也就12分钟啊，12分钟八中八。对，威姆斯这干嘛？这个常规赛是隐藏自己的实力的常规赛啊。威姆斯挂着掩护，这边要低位打罗切斯特。嗯，绝对高度，吃错位不夹击，又长了，也行，但是其实没有形成夹击。对呀、啊，就维姆斯这个运动员，他是那种就非常隐忍冷静的运动员，他是不上头那种。嗯，而且他这是一连锁反应，伯顿已被掐死了，罗切斯特他就，罗切斯特他也受影响，他孤军奋战，他就对他消耗太大。他是两个人是，来十中十。分身180度啊！打起了愉快的快攻反击。这个比赛结尾让他找点自信，下一场麻烦，下一场他打好了。对，11，哇，11中11啊！